看一下他的数据。哎呀，哎呀，他以为不敢打，但是他绕了一圈，然后扑过来。30号这头赛牛来自石林的葡萄村。好，呀，你踢推进了，哇，这么好！51号第二交锤，51号队接好。49号那个警察，51号已经在那边了。51号队35，老牛警察，看到了没有？
现在看到的这组对决，十号赛牛来自石林的战存，他的对手是来自石林的子孙，49号赛牛。这边。